真心无所分别啊，真心无所分别啊。不过这个无所分别有时候要看浅显。来到文殊讲堂啊，这个奶奶啊非常热忱，哎，他一下就叫那个队员，你给我准备手机，我要跟上人合个影。结果这个奶奶啊一来的时候，哦，我抱着，害我花容失色。哇，哎呀，也不敢动作太大，就奶奶啊。啊，这怎么说呢？我是跟他讲，奶奶合照相要合掌啊。说哦，真的啊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，70岁还有一点魅力啊。哎，真是不可思议哦。讲讲笑话怕你们睡着了。所以当我们的真心呢、啊、无所分别啊，对待每一个众生呢都平等的，当我们这个圆满觉性显露的时候，不必坐禅，你一直坐在那边做什么？佛是悟的。当然你要坐禅，我们也赞叹，不是坐禅就不对，意思就是说真心本来就如行住坐卧都是禅，你要用一种方便我们随喜啊。当我们如佛一般说，师父啊，我听人家讲坐禅可以成佛，我说啊，坐禅可以成佛，坐得成佛啊，起来的时候怎么办？他说哦，对哦，我没有想过坐着叫做佛啊，起来呢啊，起来就变凡夫了，这是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不一定坐禅，当然你坐禅我们随喜赞叹，禅就是心，当圆满觉性显露的时候，你也不必诵经，诵经师父也随喜，因为经就是心。当你圆满觉性显露的时候，不求解脱，为什么不求解脱呀？本来本质无福啊，本来就没有束缚啊，是不是？诸法本空，没有能所，但有能所，俱是细论的。是故甚心无求啊，品格高超，圣人的心是无所求的。稍微有一点禅的功夫，法身慧命才是最重要的。关于这些食衣住行乃至我们的道场能建得起来，表示有一点福报。要是你为了金钱苦恼啊，道场还没有办法完成，好，那么在座诸位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道场在心不在相，但是有这样缘起的相，也让众生个方便说法，不算坏事。佛法不否定缘起的假象，你要透视它，不是真实性，因缘具足就用了它，用了缘起的假象。而在缘起的假象，重要的是引入佛教的真实意。所以当你大悟见性的时候，一切生住意灭通通无自性，通通在当下。所以华严经你有空啊看一下，七处九会全在一念之间，十方三世全在一心，一切有为当下
通通是真如，无为处就是佛心处，佛心处就是生命圆满处，你就是当下就是。我们不可以铸造一知、一见、一法、一相，不可以铸造，万法尽是真如，不修观也不修止，圣地亦不为。观当体即空，没有能所止；当体即空，没有能止所止。圣地亦不为，为什么圣地亦不为？如果说你趋向佛道，那你就是趋向邪道。佛道不可趋，佛道回归当下本质具足，断除妄想，从真妄趋向圣道，亦是邪。诸位，我们想跟佛接近，最接近佛的就是没有距离，就是当下。我们跟佛自信的佛没有任何的距离，万法本来就是空寂，有当体即空就是无，无不坏缘起就是有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，万境本来一如，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，连不可说，也不可得。我们圆满的清净自性，它只是存在。你说不出所以然，因为诸法本空，你没有办法形容。动念即观，宁意皆非。诸法本空，万法本来就是如，万法亦如，万法如幻，如幻不可得，万法就是本来就是一如，本来就无所谓来去生灭增减。身心无我，身心既然非我，诸法也是身心无我，诸法如幻如梦如露如电如泡如影，是故不再执着任何一知一见一法一相。道不熟修，修成即幻。这句话你一定要好好的背起来。道不熟修，修就是造作，我拼命的造作，我拼命的造作，拼命的造作，不能成佛。师父，我拼命的拜山，不能成佛。如果对我指的是对摩诃般若不清楚，我拼命的诵经，不能成佛。我拼命的用功，不能成佛。这跟成佛无关的。道不属修，修成即幻。修了以后它就会坏掉。道在心悟，真正的道在内心里面大悟，彻底的体悟如来那一颗大寂灭圆觉自性，亦犯如来大圆觉海。当体悟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法如是得。当我们不再执着的时候，了解一切法如梦如幻的这个时候，外不圆成，内不寻根，这是楞严经讲的。外不圆成，对外不攀岩，外成内不寻根，不依于六根，不落分别，中间四心，当然是中间是方便说了啊，分别的执着四心不生，这个时候万事只是随缘，
生命智能圆满。在座诸位，这个人真的对禅有所体悟的时候，这个人是很好侍奉的，很好侍奉的。如果你不体悟圣道，这个人是很难侍奉的。这个人如果有对佛法深刻的体悟的时候，你随便一个床铺，有一瓶矿泉水，一条简单的棉被，他就会说：“哦，谢谢常住，感恩。”因为他很好招呼。这个人对生命真实相没有体悟的时候，就会很不好侍奉。从一个人生命的展现，就能多少看出一点端倪。你注意看看那些禅师，他有跟无他都如如不动。他到你家的时候，他不会造成你困扰的，是不是？我如果有一天啊，到少阴长老那个道场，我也不敢去打扰老法师的，我会坐在门口拿一个钵放着，不晓得有没有人供养。啊，不打扰长老的，啊，那这个钵就看我有没有福报啊，是不是？那旁边站要站一个侍者。为什么占一个柿子？那当然嘛，人家供养100块的人民币，先拿起来放了。要不然我眼睛闭起来，小偷会偷走的。人家供养要做福田的，不是给小偷的。这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的。所以，一个体悟圣道的人，他拿到哪里都很好招待，一碗稀饭，好好好好，他不会跟你百般计较。是什么？这一定要怎么样子？因为他的生命圆满，具足智慧，他什么都不缺，是不是？所以大性大悟见性，万法一如，能体会佛陀的那颗真心，如来的涅槃妙心，就是万法一如。诸位啊，这个字很重要，如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金刚经讲的，如来者即诸法如意。什么叫如来？万法毕竟空，万法不可得，如来者即诸法如意。什么叫佛陀？就是彻悟诸法不可得，一切皆如。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如不可思，不可议，一切法皆如，没有形状，一切法皆如，超越数量，一切法皆如，能说不二。如佛的正量解脱，一切法皆如，他的心无所求也无所住，就是生命的圆满处。人们在建道场，在建道场，那个法师可能经验上需要再磨练一下，他的信徒，他信徒来，来来来，这个柱子你发心啊，这个柱子多少？30万人民币啊，一颗柱子30万人民币啊，就来的话就只这个柱子你发心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这经济也不是啊，师父讲的，那怎么办？到处找钱，到处找钱，找不到30万人民币，起烦恼，那怎么办？勉强凑一凑，凑一凑，怎么样？有了，好，供养一根柱子，供养下去以后，
她老公知道了。哎，某某人说你去哪里借钱了？有没有这回事儿？啊，就是，因为师傅讲了，啊，我满他的愿了，能力不够，这个就问题就出来了。从那天起，夫妻开始吵架，夫妻一直吵架，一直吵架。那我的作风就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不是标榜我自己，我从来不开口去告诉人。这个佛像多少？你要你负责。他说：“我这500万，我怎么负责？是不是？我不敢这样讲，我不敢这样讲啊。不过有一次，哎，这个人家庭经济非常好，在台湾有经济非常好，哎，经济非常好。”他带了几百万来供养上人，他就说：“师父，我供养你建道场，印经随你怎么处理？”哦，我看他拿了很多钱，供养还是台湾的了啊，嗯，放着。哇，打开，你怎么这么多钱？他说啊，我老公啊做事业。我每天啊，一个月啊，拿一点起来放床铺底下。我这样凑，啊，你从那么远拿那么重的东西来到这个，哇！我说你这个太让人家感动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过这样太危险了，是不是？他跑到我的耳边来啊，交代了一句话：“上人，拜托你，千万不要跟我老公讲。”我说：“这点你放心，我讲了还有下一次吗？怎么会那么笨呢？上人是有智慧的。哎，我说呀，你不拿出来，我就会跟你老公讲。”后来我就跟他讲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子，下次千万不要这样子。哎，他真的一教奉行就没有再拿来了。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呢？那么听话，这听话要看情况啊，对不对？要听话要看情况吗？所以说呀。当我们证得一切法，皆如无所求的。这个，所以这是说说笑笑，带点幽默，使这个法会啊，更有深刻的印象。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达到生命的圆满处，他这个宇宙是如幻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做梦，哪有一个人在做梦？还拼命去执着这个梦，佛陀已经开示了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在这诸位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做梦啊！你拼命的去执着梦境，有一天你成佛以后，发现以前的执着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常常啊鼓励徒弟修习佛道。知见决定一切，知见，与人处事态度决定一切，人与人相处，人家会看你的态度的。还有一点，长远的福报，长远的福报，长远的修行，福报决定一切。一个人，他有那个大的福报。大善根，后面一股力量一直推向正法，一直推向成佛之道。可是那个业障很重的，就会明明入了这个正法，
人家两句话吸了，我表示跑出去的意思，不见了，就会远离如来的正法。所以修行知见决定一切，处事态度决定一切，长远佛道背后强大的福报决定一切。没有福报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哦，我们来香港来演讲啊，要来演讲。哦，我来听慧理法师演讲，就是通通准备好了，饭店机票通通准备好了，一下子倒了，生重病。你看这个因缘就错过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平常啊要与人多多的结善缘，不是恶事不能做，恶的事情是一点点一点点都不能去碰的。恶事不是不能去做，是一点点都不可以去碰的。善，佛教的众生的法身慧命，推广正法，这个义不容许，直下承担呢。当一个人生命达到最圆满的时候，心中不住着，也无所惧，不可以做官，也不必把这个相灭掉，因为这个相相空无自性，相相本来就空啊，去除相就没有影子，放下这个假象观念就不存在，心中自然无相，不必去灭掉这个相，相相本来就空无自性，相相本来就空，心中自然无相，不强烈执着那个主观意识的观念，不会落入能所，了得一切法无我，心中无智，不会自爱，无法不通，没有法不通。所以六祖讲啊，道须流通，何以切智啊，这是生命圆满行。佛性就是我们的觉性，佛性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终极圆满，佛性也能让我们生命有完美的人格，它是人类生命的终极圆满，从完美当中取出完美，剩下的依然完美。如果你能够大悟见性，生命到达了究竟圆满，般若智慧时时刻刻出现，如涌泉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如果有人就问师，请问师父说，上人什么是佛，修行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圆满，我告诉你，当下问的那个人，正在问的那一刻，现在的这一秒的当下，就是生命圆满处。为什么呢？心不起妄，万法无咎，正是生命圆满处。不起心，不起妄心，不动念，不动执着的念头，生命自然就圆满。接下来华务禅师的开示这一段了，就是佛讲的忍辱第一道。华务禅师的开示这一段就知道修养是多么的重要，我把它尽量用白话文，因为它是文言文。这大法为善，善之事啊，意思就是
无论是出家众或者在家居士，泛指一切修行人，或者是你有能力弘宗演教，算是圣善之事，统统包括在内啊。意思就是教界有相当分量的人也叫做圣善之事。这大凡善知识或者是一切修行人，当也就是应当用慈悲心，用柔和柔软的心与众生相处，善顺接物，一定要善于恒顺众生的心来接待众生，叫做善顺接物，善于顺从众生的心，我们称为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的意思，要善顺接物，接待一切众生。凡是出家在家的修行人，都应当用佛的平等的心，还有一颗无争，这里有加一个言部，言部就是不要去一直争论，你必须用平等的心，不要去争论无意义的话题。纵然我们觉得这个法是正，也不要以此正去争一个无意义的又度不了对方的方式。房屋禅师说，比一二来说，对方真的来势汹汹，很可怕的，来则不善，比以恶来，即以恶声，恶声用啊骂力的声，很难听的声，攻击毁谤的音声，比以恶来，即以恶声，哎呀，来则不善，讲的谩骂很难听的话，名色加我，就是用无形的也好，用有形的方式也好，就是要伤害你，加我就是加在我的身上，非礼相干，就是用无理取闹的方式来困扰你，攻击你，污蔑你，扭曲你，非礼来相对待你，善谤，善谤就是编造谎言，乃至有一点点少许的依据善谤你，同时希望你得到一些侮辱，侮辱，善谤还有一切的毁谤跟侮辱。华武禅师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你要拿出功夫忍辱第一道，佛说无畏罪。华武禅师这么开示，应当退让，应当退步，制造自己内心起观照，无论观照啊，我上辈子欠他的也能解脱，了解啊，骂力也是不可得，也解脱啊，或者我他的修养是他的事，我不跟他结恶缘，一定但退步自照，好好的观照，务必让自己解脱离种种相的执着，以及无欠观照自己，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我也没有亏欠你什么，为什么你对我态度这么恶劣，语言如此的谤我毁骂我。法务禅师跟我们讲，
一切不与较量，什么都不要跟他计较，也千万亦不动念嗔恨，千万不要去动到嗔心恨意都不可以，这个与道相违。这个时候禅师就告诉你说，哎，修行的机会来了，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对待我，用这么不对称的恶毒的语言骂力我，功夫来了，你要直下坐断，这个是禅宗用语啊，坐断报化佛，这个是禅宗的用语，知道它是生灭的，直下无心，直下坐断，如出不闻不见，就像刚开始没有听到，也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他对不起我，也没有听到他骂力我，而且禅师告诉我们，久久磨念自消，这个就是修行，是点滴的功夫，刚刚开始会忍不下来，会忍不下来，一次又一次的磨练，一次又一次的退让，一次又一次的忍辱。禅师说，如果你不这么样，功夫不到家，内心着无明，魔就会现前，魔不在外，在内心就起烦恼魔啊。久久的意思就是修行，它是真枪实弹的东西，忍耐不下来就是忍耐不下来，一般凡夫说忍耐不下来就是忍耐不下来，不是你用我安慰的，你要放下，你要忍，没有办法的，功夫不到家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功夫到家你根本就不要动念，久久他的魔障就会消。而若与之计较，禅师这么说，如果你跟这一票这个一帮这些人计较，恶声相反啊，意思就是说你一句我也一句，对不对？那要玩到什么时候啊？岂有了期啊？禅师说啊，这像修行人吗？能坐断生灭吗？哦，所以这些逆境来，态度恶劣，语言恶劣，刚好直下坐断，能够表现你的力量。修行人就是有这点了不起，不以凡夫众生一般。禅师在这里就赞叹说，你二生一来一往，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了其呢？一密了其，无了其啊，又不能表现自己的禅悟的道的力量啊，那跟凡夫有什么两样？所以跟凡夫没有两样，我们现在直下无心，能忍自安，哎，就超越了，切力行之，一定要努力在这个地方下功夫。佛陀讲万法得成一忍，万法能够成就，是因为万法你忍得下来，万福汇聚于忍，就是能忍辱的人，只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。比如说一个善良的人，你今天啊对他不好，他还是对你很好，你先骂力骂力他，他也不出恶口，
一天人家不认识，哎，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，人家看在眼里，会感动在心里的。哎呀，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善良？怎么这么有忍辱？万法得成一忍，万福汇集到人忍辱的人。在座诸位，我们要做一个很有福报的人，那就必须听佛的话，听禅师的劝告。佛陀说忍辱第一道啊，比丘戒里面也是这样念的，忍辱第一道，佛说无畏罪，这是最了不起的。这一段我用白话文再把它贯穿，因为它是文言文，一般你说看不太懂。大凡，我现在用白话文直接翻译，凡是所有的修行人，包括一切出家众以及在家居士，你要聆听着。我们平常处事应当用慈悲心，用柔软的心对待每一个众生。我们要善顺、善宜、顺从、恒顺众生的心来对待每一个有缘的众生。我们要用平等、无争的心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不要与众生计较。如果对方用恶的态度来，用恶的阴身加在我的身上，不管有形的，不管是无形的，没有什么道理的，通通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无理取闹，乃至于善谤，包括一切的侮辱，这个时候你必须退步，自己关照关照。如果你自己觉得我并没有亏欠对方呀，那好，禅师说那就不需要跟对方计较，千万不要动到嗔恨的念头，直接放下，做断生灭的妄心。就像一开始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忍辱一次又一次，一天又一天坚持忍辱退让，所有的魔障慢慢就会消除。如果你跟这样的人计较，跟他一来一往，哪有了期？什么时候才会停止？这样你也没有办法表现自己修行的力量，那跟凡夫一般之凡夫之流又有什么两样呢？我们应当努力来实践，来实践。接下来佛陀有三种坚固，当我们如佛一般正量的解脱，得到三种坚固。一叫做身坚固，身不是指色身，是指法身，叫做法身坚固。第二命坚固，叫做慧命坚固，智慧
一，永不动摇。身坚固，法身；命坚固，慧命坚固。还有一种叫做财坚固，财产的财。圣人的财产称为七圣财，凡夫的财产，那就是我们所讲的金钱呢。圣人有没有财产？有。圣人有七种财产：一，具足信心，不动摇；二，精进不懈，不动摇，这是圣人的第二种财产；第三，持戒，无比的清净，身口意绝对如佛如法如律如佛所说，三业清净，持戒清净，这是圣人的财产。第四，有惭有愧，有惭愧心，惭对自己负责，愧不会愧对他人，有惭愧心，时时自我回光返照。所以啊，我们长期惭愧的心，这是圣人的财产。华严经讲，有惭有愧即是菩提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不会啊愧对自己的灵魂，也不会愧对众生，用现在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对得起自己的圆满觉性，也不会愧对众生。所以有惭有愧即是菩提，用白话文就说，这个人很有惭愧心，时时能够检讨自我啊，身口意绝对不造业。第五种财产叫做文法精进财产，就是这个人啊，文就是说哪里有说法，用生命他都要听经，文法叫做多闻。多闻是圣人的财产，意思就是说，不管几千公里乃至几万公里，他都坚持听如来的正法。那现在好了，现在有网络啊，世界啊，那网络也方便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的人啊，要感谢科学家发明这些平板啊、电脑网络的科学家，让我们呢、啊、生活起来无比的方便。这个叫做文法精进的，这是圣人的财产。第六，圣人的财产叫做舍，无一法不舍，内生命外财产通通舍。为什么？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用这短短的佛陀用八十年示现的，活出最有意义的意义的。说啊，人家问他说啊，师父你为什么要出家？两个答案：一，我在这个世间找不到真正的快乐。我常常用这脑筋在想，如果我官做得很大，这是我个人的啊、哦，没有任何的，我这样没有出家前我这样自我观，我官如果当得很大，说官又如何呢？如果说我拥有几千亿，说官
又如何呢？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后来听到了佛法，哦，原来万法不可得，万法尽舍，这是圣人的财产啊！众生的财产，众生是贪婪、占有、无止境的欲望，圣人刚好相反，内舍、外舍，什么通通给你啊！你高兴就好，后来我看到这个佛陀讲的七圣禅，赞叹，这个才是我要的，叫做舍。第七种叫做定慧禅，佛陀的心都在三昧里面，佛陀的心充满着般若智慧。诸位，追求定跟慧，这是圣人的财产。再念一遍，圣人有没有财产？有七种财产，信心具足是圣人的财产，精进不懈是圣人的财产，持戒清净是圣人的财产，有惭有愧是圣人的财产，闻法精进多闻第一是圣人的财产，万法尽舍是圣人的财产，有定有慧是圣人的财产。万有的本体，我们讲真心本如，但是真心本如不是像小圣所讲的不为凛然不造作，大圣的无为，他是积极的，是在一切活动的积极性里面去展现无为，展现真如，就像华严经普贤菩萨一样。华严经里面虽然说有文殊师利菩萨表大智，普贤菩萨表大恨，但是整部华严经贯穿起来，主角还是普贤菩萨。而普贤菩萨发的愿，念念微尘刹土，不可思不可议，无量无边世界，都是菩萨的舞台。这个一般人看到吓坏了，菩萨没有假期的 No holiday No summer vacation 没有假期的菩萨，有缘就度。为什么？菩萨以众生为舞台，菩萨无相，无念，无住，所以众生对菩萨的舞台来讲，深具重大的意义。因此，大圣的正德的一真法界，或者是兴起本性而起的万法，它是活动的积极性的。所以大小圣对真如有一个分水点，小圣的无为法，而且凛然无所作，就是有为法里面以外有一种无为法，这个无为法就是空，涅槃，处在涅槃坑洞里面。大圣不是这样的，大圣是有为法，就是活动的积极性，就是无为法，当下也是真如，真如转换成活动的积极性，
活动的积极性，又不铸造任何一柱一物一项一支一件。所以两个人，小圣正德无为，大圣正德究竟无为。因此小圣叫做有漏无为，就是一直照做，我一直照做，我要修毗婆舍那，我要内观，一直照做，我要断烦恼，要远离烦恼，一直照做照做，哎，证得空，这个叫有为，由照做来达到一种无漏的境界。大圣不是这样子，大圣是无为无漏，法如是，本来如此，不要离开有为去寻找无为。所以大圣是了不起的，大圣不但是佛说，还是究竟说。因为大圣的无为是积极性的照做，但是等同不做。因此我们学习大圣的，除了要证得空相空性以外，既现实又超越，既超越又能够达到现实，不坏事相名为面对事，面对现实，超越现实就是大圣同时的精神。所以小圣的无为是消极性的，大圣的无为是积极性的，不一样。禅就是要我们证得第一地大空，在大般若经有这样的比喻，有这样的比喻，比如说金翅鸟飞腾虚空，自在的翱翔，久久不堕落，就是金，这是出自大般若经的。师父已经讲过，说法要有所本嘛。大般若经里面就像金翅鸟这样飞腾在虚空，自在的翱翔，久久不落啊，水亦空戏，戏就是游戏了。虽然亦于虚空而游戏，但是而不惧空，也不会去占据这个虚空，也不会被虚空啊所拘碍。虽亦于空戏而不惧空，亦不为空之所拘碍。再讲一遍，就像金翅鸟飞腾在虚空，自由的翱翔，久不堕落。这金翅鸟虽然在空中游戏，也不惧，惧就是根据的惧，也不惧空，惧于空，占据的惧，也不为空之所拘碍。大鹏金翅鸟爱怎么飞就怎么飞啊！菩萨证得空，亦复如是。菩萨证得一切法皆空，任何的团体，任何的事件，任你遨游，除哪一个时空所显现的缘起，他也知道一切皆空，不增不减。如果我们证得第一地大空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你都不会有挂碍，你到哪一个道场，你也不会困扰，也不会因为人家两句话不给你挂单，对不对？你就生烦恼。哎，有一次啊，在台湾啊，来了一个比丘尼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，
这讲话哦，还没有办法看出到底正不正常。从早上来，一直到晚上，而不走。我本去跟他劝，说这里是比丘的道场，法师，我们很尊重你，因为你现比丘尼相，我们非常的敬重你，毕竟你是个出家人。啊，这里啊，是男众的道场，要么这样子，我，你要没地方挂单，要不然我出钱。旁边有那个方便，这些旅社，毕竟我们这里是男众道场，门一关，没有女众啊，全部都是男众比丘啊。哎，他说，法师，我随便坐一下就可以，要不然我坐在佛座的底下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比丘，态度要很柔和啊。劝一次不听，劝两次他也不听，后来所有的慈悲都用尽了，我开始觉得他脑筋有点问题。突然想起香云盖，很奇怪，菩萨摩诃萨，哎，为什么我讲在那你都听不懂哎？是不是？后来没办法，到最后弄到很尴尬，我徒弟也不晓得怎么办。后来我们就请警察，因为他是女比丘尼啊，那女众我们也不敢碰他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女众啊，我要碰他，万一产生了误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就不好。啊，我请警察，慢慢把他请出去，慢慢把他请出去。所以有时候啊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所以慈悲啊，有时候又还不一定能够处理圆满的事。啊，虽然是法身常住，不过还是要有一点善巧方便的、啊。这个云安禅师安，哦，我们讲尼姑庵那个安，云安禅师这么说啊，净大帝是法身，广作个佛法之见，意思就是。众生何以这么愚痴？敬大帝，无我相，人相，众生相，寿者相，山河大地不可得，花草树木其性本空，鸟兽充盈不可得。敬大帝，全部是法身，何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起这个妄，把佛法正量的解脱境界如实的真实受益，变成了种种的自见起妄，起这个妄想，然后来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呢？法身慧命，有慧命就是有智慧的命，法身是无相的，通达地地大空，就拥有了般若智慧的法身的慧命，而且是时时刻刻就在当下。现前不离你一分一秒，为什么众生一直起妄来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？再念一遍，云，天上的云啊，这个是禅师的名字。云安禅师这么说，尽大地是法身，整个大地都是无相的法身啊，赤裸裸的，从来不增不减呢、啊，何以不能体会呢？妄，冤枉的妄，这很冤枉。妄做个佛法之见，为什么这么冤枉？
求知、求见、立知、立见、着相、着种种的法。因为法身是无相的嘛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体悟？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如来则即诸法如意。这个意思是指你想要见法身，法身不在色，若以色，色就是缘起。若以色想见无相的法身，不可能。若以音声求我，如果用这个生灭的音声求如来的无相法身，不可能。着相的色，着音声想求无相的法身，是人心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个人不能通达不增不减无相的法身般若智慧，没有办法见到如来，就是不能见到诸法如意。这个如来不是指人，不是指佛陀，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。这个人行邪道没有办法见到诸法的如意，诸法本来就如，他见不到。总计的意思是说，进大地通通是法身，我们很冤枉的每天研读佛法，起种种的妄想，背了很多很多的名相，冤枉的做一个知见的人，没有实证的人，来每天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。而法身慧命是无相的，所以金刚经说，若以色见我，如果你想要用缘起的色法去见无相的法身，不可能。如果你想要用生命的音声去求法身无相，不可能。这个人行邪道，永远见不到清净自性如来的真实意。如来者即诸法如意。